我国交通部指出，新加坡和香港一直就航空旅游泡泡计划进行密切磋商。彭博社报道说，新加坡和香港取消了有关计划的宣布。交通部在回应媒体询问时指出，目前双方还没有定下启动的日期，但是一旦敲定细节，就会尽快宣布。